合主播的业务能力。對對對，好好好，因为如果套交情，我跟你对手嘛，但你一定不会是我第一名。干嘛讲出来？好，我们现在就进行我们的观众粉丝的问题回答。那我们先问罗杰好了 ，OK。BCHILLA 罗杰的会员到底要不要抽奖？抽了，已经抽完了吧？不是刚抽完？对啊，刚抽完处理好了。没有抽是一定有抽了，但是内定的不知道。反正我知道每栋门又多了一些礼物了。而且不用紧张，抽奖人不用到，我也不会到。确实。好，再来是 Jason Chen， 阿杰什么时候要去当老蟹鱼工？老蟹的这个鱼工，老实说有点小怕。哈，你们不是有约？你害怕吗？有啦，我身体很害怕呢。没有，我老谢已经准备了。不会啦，去到时候过两天准飘在海上。延伸一下，那故事是在前阵子那个啦，阿杰还我钱那个剪辑嘛。啊，你看过阿杰还我钱，就是老谢教他还钱那个剪辑。然后后来下午晚到他频道跟他约要去钓鱼嘛。哎，对啊。然后他也是敷衍的，随便说两句。到现在快半年了，也没有理由。你还没有去？半年而已吗？一年了吧？应该快一年哦，差不多。明年有机会吗？你不想去就直接讲了啦，像个男人一样。你直接把他都炸了，没有。透过这个频道回答他啦，你要去帮他站台嘛？你也没有不要去，但也没有要去。没有，等我打个岔，你怕你也是不想去啊，怕也是不想去的一种啊。好啦，直接承认啦，直接承认啦。我想去动，我说改这个。哎，你知道其实他也不一定要在船上，他可以在河边。对啊，那边不是，我是说，那阿威跟那个其他人要不要去？阿轩说不用，你一个人先来，一个人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一个人先走。你不是怕，你不是怕海，你不是怕船，你是怕老谢。对啊，他是怕老谢。对吧？明显嘛，我都怕。港片那种船上的看图啊，挑一个陪你去啊！你要挑谁？这里的皮克陪你去，很难，太难挑这里了。就你啊？没有，因为感觉是老肖哎，就是比较有机会升华。他是约 HQ 的啊。哎，你也是 HQ 的？我是吗？靠腰，我没打花仗。不是，听说到最后来就是被你搞掉的。我们是最先解散的，没错，但好像不是我搞掉的。好，一起去，好，有机会一起去了。没事，有机会一定去找老谢。好，一定去，一定去。好，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，他问 Tommy 奇力怎么看自酒，根本没看到，根本没看到自酒，不是吗？没来啊？怎么看？没来啊？不是没来怎么看？眼睛一只国那个是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哎，你讲到重点，就是最近的他出来眼睛，对，眼睛一只国那个，我当时对他的看法就是，怎么可以有人这么不要脸取这个名字？他们很想看你们三个人同台，到底有没有余量情节？我这样讲好了啊，你说，其实那时候发仔讲我们的故事，我是整个人就不爽了。不是，你是非常同意的，你不知道接着去吗？我跟你讲，没有，是因为你把他的故事都讲出来，他今天那个愤怒感觉就出来，这倒还好。我觉得 Tommy 勉强称得上是一个对手，自酒是他，冷静一点。刚刚自酒是他，就坐在这了。余量情节，你是周瑜还是诸葛亮？你都不是。这样就对了，这样就对了，这样就这样了。我们都知道你在做节目，但他一定会走心，这样也对。炮口要一致对外。那 Tommy 怎么看呢？他没来啊，不但喷他。有腰啊，没来，对不对？认同奇力说的，我认同有一点搞爆的人，我站在同一张船上了，确实，对吗？叫什么三驾之酒？至少嗨起来，三个人有机会同台，三人有机会啊，就是我们两个有搞爆，他没有。像他说的嘛，有机会一定啊，有机会一定，很想，一直没有找到，有点怕，有点怕，对啊，没有找到机会大场面哦。好，那还有一题是关于阿妈的，在场都当过主播赛评。哎，未必。哎，谁不是你？谁？像他比较少吧。啊，这个有当过啊。这个严格来说只有领钱，没有。哎，我赛评算专精。他评的是老板专精。你的都几趴几趴两趴。两趴做得好。他不知道我赛评一次量都是播了公开公正啊。还有人还在几趴几趴两趴啦。公开公正。好了啦。至少也都播过比赛啦。对，有啦。应该都跟你搭过了。有吗？没有，我没跟大哥打过。对，除了大哥打过，有。但你也看过大哥播比赛吗？对吧？确实，当然，一定有。他不敢说没有，不敢说没有。他谁啊？还是有机会啊？过分了吗？这样播比赛，搭过那么多搭档，排名一下。现场排名，综合排名，综合排名。就是这个问题这么硬哦。你就接去，你看到这个人，你就觉得没问题。我们评判的是主播的业务能力。对吧？综合啦，综合主播的业务能力。好好好，因为如果套交情，我跟你对手嘛，但你一定不会是我第一名。干嘛讲出来？干嘛讲出来？播的是真烂，还在10:30。
力第一的话，应该是老亏吧。哦，好，老搭档，评点评一下，因为他的优势就是他切换很快。对，他哪个位置都是一下去就知道自己要干嘛。左边、右边、左边、右边。对，而且他有办法，就是看旁边的人，就我不得不说，你要看我讲啊，你看我讲，你看他讲，那你讲他看我干嘛？因为你现在考第一，所以你可以看着我，但等一下后面就一个一个都不能看了，因为都在我之下。他就是不得不说，某种程度在跟我们。可是上次灌高他抢你案子，你不是这样看？是你的，就是在等这个补的好啊。没有抢我案子，是你让给他。因为最后的结论是因为我长得比他帅，所以接的比较多一点。好，但我们讲的是业务能力。OK， 那再来第二名，第二名，第二名其实有三个候选人在，太多了，太有了，太有了。候选人只有一个当选啊，对啊，我不会再当选谁？当选应该是肖老师。哦。哦，你直接给主持人一个面子。话是这样，老板已经失一半了。肖老师的优势是什么？肖老师的优势就是你不管丢什么给他，他知不知道？他可以帮他接下来就会讲很多东西过去，反正那个时间是绝对不会尬在那边。确实，他什么都有办法，就顺着你一直往下补时间。对对对，是是是。当然这个能力各位都有，对对。但是他是这句多了，这句多了。哦，你真的好油。但他水量特多嘛？对对。但他是尤其夸张，湿湿都会湿的，但水量特多就是。就我丢给你，你也会回啊？哦，补到满出来。对对，他那就是过头 over 的那一种。哎，你有播过谁是你丢给他，然后他完全不理你的？但就不要。怎么可能？乱讲！我睡着了，你没有睡着，你刚才很惊喜。你很认真，他在滑手机啊。我其实我蛮意外的。对啊，对对对，我们现在是一跟二了嘛。啊，三。我们把就是中间比较难，我们去最尾巴。啊，尾巴走啦，尾巴我觉得我跟大哥应该很难搭，但是他应该还是垫底。好哥怎么这样？有料哎。还得是要有料，还得是你没跟他播过就知道你一定比他烂哎，这么奇怪啊，老哥。因为我之前听大哥播的时候，就是他可以在他专业领域里面就全部讲得很清楚，他可以秀翻。对对对，就我也不需要特别去跟他聊啥，他就可以把这一 part 所有的支线全部都讲完。OK OK。对对，可是我之前因为我那时候很期待跟他的那一次搭档，你知道你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吗？你跟你熟的很好聊，那时候我们好像不是很熟，对对，就你跟他，你跟谁搭谁，对对对，那几个你就很放得开，上下线有比较。那天我明明讲很多你一定都知道的梗，可是你就没有。他都会那个，嗯，哦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个时候突然开始认真播比赛的，奇怪，下次再播一次。好，给你比板机会，再播一次，时间点不对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七个一二嘛，然后他是七六。别扯了，别扯了。你要指我？我指完一二三，后面不用指了，没什么好比的。是比赛里面出来那个是最后一名了，我们就他了。没有，没在前面。奇力跟 Tommy 之间是最，就这三个，但是他因为还有啊，对。我们可以播看看啊，现在播篮球吗？他播什么的？哦，你是有特别把我们这个男处理的放到这边，是不是？就因为你们两个对我来说很接近。来个二，对，就你们七不可能不这么认为。还好，三四五是不是？如果对面坐没有他一定是五。如果主客是五，对，分析一下，分析一下，他一定是五。要分析啊，因为我跟他搭的时候，就是他还很菜的时候。他那时候也还没有加入发射带组。他如果先来个，那你们不在播篮球？篮球播的怎么样？篮球那一天，会不会完全不懂篮球？篮球那一天我回家看的时候，这两个人有球赛看过吗？我都不知道。我回家看的时候，阿嬤说：“哎，他好像 Raylan 啊 ，Raylan 是谁？是谁？对 ，Raylan， 对，就对了。那局是谁？凤凰城之子，看也知道是昨天晚上才补的功课。你说我那一天先看 Gary 鸡腿脚，凤凰的那局哦，真的有点像，到底哪里像？然后抢篮板在卡位，有人在挡拆，乱杀脚。”在卡位，然后他讲，你哥说真好，你哥说肖老师那个挡拆挡屁，乱动。对啊，他讲的、啊，我还有纠正他，对吧？有，我印象深刻。我专业术语就讲嘛，我有懂一点篮球，有懂一点。我还特别去看了一下什么，那到底谁三四？我这样讲啊，在你想的过程中，你这样给我第四，我也还好，因为对面坐不是自久，就可以接受。
哎、欸，你就说我跟志久，就算对面坐的是志久，他也一定在你后面。哦，我以为是他也一定在前面。这样好，因为我跟他配的时候，还有如此以外的项目，他如此以外的项目也很顶、就是切换项目他还是很糟，对对对 ，low 啊，所以我还是给 Tommy 老三。哦，这边我们赢了。确实啊，干嘛我帮你开心这样对立？你不是想，你不是想赢他吗？干终于赢了！不得不说，我们这里全胜。不得不说，他们那一把，哎、欸，我们全胜嘞！我们全胜嘞！对位是吊打，对位吊打，棒棒棒！什么意思？每一个输的十三次，我们已经被开三枪了。确实，我们今天来就是给人家洗脸。发财终于赢啦！又赢了，又赢了，又赢了，又赢了！一年都没赢过，今天赶快。团队的胜利啊！好，那我们还有一题是，欸、有人问说，之后有观众活动，大家有兴趣参加吗？观众活动对，就像我们见面会啊，对，类似这样。见面会干嘛？我不得不说，其实我们原本那个南港那个篮球赛的时候，要开放观众入场，所以原本是希望开放观众入场，那怎么没开放？不是，因为三 v 三而已，要开什么？看我们那边地点投篮、啊，可以看三 v 三啊，挺好看的、啊。下一届有机会的话可以看。没有，他那个开放也不是要看你三 v 三，是要排队拍照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边拍照。可是我不得不讲，我们那天那样狼狈样子，如果现场看是真的很尴尬。我想狂暴破啊，过瘾啊，好玩。已经把不尴尬的剪掉了，有机会的话，有机会啊，好不好？那最后就是问，Tommy Kirby 有机会。发科探员都会上 DC 宇宙吗？欸、通告不是我发的，对，通告其实不是我们发的，但是、也不是你发的是不是，那你们有话语，你们有话语权吗？我不得不说，我们很有话语权，算是请我啦，因为肖老师上班他上过啦、我不得不说，我插一句话，我们在节目开始前说，我刚刚不是有雷稿吗？对，雷这时候我们说没问题啊，自己人怎么现在现在这样，通告是我，他们我们讲。没问题是说当然 OK、对，但是通告费的部分我们是给不了的、不是、我们来这边领的，你们来我们这边绝对拿不到、我们没那么大张，但如果两位还是愿意来的话，你们还是愿意来的话，非常欢迎，非常欢迎，欢迎，绝对的、好，有机会了，还是有机会了，还是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好，那问题应该也没了。OK， 好，谢谢大家，各位，拜拜，拜拜，新年快乐。